到我公司上班嘛，28K 起薪，然后销售业绩另外再算，会在高雄提供500个工作机会，嗯，漂或者我们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桃园。都有分公司。挺韩国瑜，吴宗宪开直播宣布要到高雄开分公司，还有代言高雄观光大使。那个市长说要，我们没有钱可以请你当那个观光大使，给我钱。我说给我钱干嘛？高雄我来了，我给你们钱，好吧？因为你们就是我的故乡。就算没钱也甘愿五月到高雄开唱，还要无偿代言。从小在高雄长大，近乡情怯，当然还要邀韩市长上台高歌。我当然会啊，我很乐意啊，跟陈其迈，尤其是我们高雄子弟又是新官上任。韩国瑜一口答应宪哥邀约，高雄市公安局长潘恒旭也证实两人已通话，说宪哥表示在高雄长大，高雄的事就是他的事。宪哥也是来帮我们当免费的大使，高雄很穷，那欢迎各位大明星们踊跃来高雄，因为宪哥是高雄通啊，所以我们会请他开出高雄的美食菜单，还有4天3夜怎么玩高雄。不止回家乡开唱，宪哥还豪爽表示要在高雄投资副业，果然直播完后随即在脸书抛出一张跟公司员工的合照，并附上应征网址，欢迎大家加入他的大家庭，引起热烈讨论。届时五月演唱会上会与韩国瑜蹦出什么火花，也让粉丝相当期待。记者陈子芬、林玉涵台北报道。